谢冠啊，谢冠啊，我大家他们跟我都很好，嗯，你很好哈，台湾的同学都很友好。那个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想要加入浪潮社。请问你是？啊，我是新闻所一年级的交换生，我叫黄倩。你喜欢摄影啊？嗯，我未来想要当外拍记者。你是哪里人？安徽啊。欢迎入社。你不觉得我跟你讲话讲久了之后，我也有一点台湾的口音吗？这都女生的。对啊，你想要颁给谁？阿丁是个怎样的人？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向来是直来直往的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油腻？